北京时间11月15日 ,2018 年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界杯新加坡站拉开战幕，首日预赛叶诗文获得女子200米蛙泳第一，张雨霏在200米蝶泳和50米自由泳均入围决赛，汪春和严子贝分别在100米混合泳和100米蛙泳过关，男子200米仰泳徐嘉余有所保留排名第八，涉险晋级决赛。女子100米混合泳霍斯租以57秒18获得头名，携手舍伊斯特伦、西伯姆、阿特金森、埃贝莫娃等名将晋级决赛。男子100米混合泳美国新秀迈克尔·安德鲁以51秒74获得头名，中国香港名将杜敬谦以52秒08紧随其后，俄罗斯选手莫洛佐夫52秒12排名第三，汪顺以52秒70排名第四。此外，澳大利亚名将拉金也闯进决赛，女子50米仰泳荷兰选手图森特以26秒44排名第一，西伯姆26秒70紧随其后，另外一位荷兰名将科洛莫维的游泳以26秒75排名第三。中国队派出了刘雅欣参赛，她游出了28秒16的成绩，排名第八，涉险晋级决赛。男子200米蛙泳徐嘉余在第二组出发，由于同组对手竞争力有限，他游得太过于放松，最终以1分55秒25的成绩获得小组第四，总排名第八，涉险过关。拉金以1分52秒02获得第一。女子200米蝶泳预赛霍斯祖2分08秒07排名第一，张雨霏2分10秒44紧随其后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林欣彤以2分11秒55获得第五，晋级决赛。男子100米蝶泳李朱豪以50秒61获得头名，里约奥运会该项目长池冠军新加坡名将斯库林以50秒97紧随其后。女子200米蛙泳叶诗文以2分23秒57获得头名，两位俄罗斯选手紧随其后，斯莫诺娃2分24秒96获得第二，埃菲莫娃2分27秒05排名第三，牙买加老将阿特金森位列第四。男子100米蛙泳严子贝以57秒87获得第四，晋级决赛。女子50米自由泳舍斯特伦和姆斯科克克罗莫维的游泳获得前三，丹麦名将布鲁梅获得第四，朱梦慧以24秒20获得第五，顺利晋级决赛。张雨霏也参加了该项目争夺，她游出了24秒96的成绩获得第八，入围决赛。女子400米自游泳预赛荷兰名将赫姆斯科克以4分08秒62获得第一，男子400米自游泳预赛澳大利亚名将霍顿以3分45秒83排名第一，美国选手皮尔洛尼以3分48秒91紧随其后，两位名将携手晋级今晚的决赛。男子50米自由泳安德鲁莫洛佐夫查尔莫斯获得前三名，邱鑫